超商购买的透抽意面标榜府城味，内容物有透抽有意面，有网友认真看了成分表，忍不住惊呼这是糖浆炒面。这一份300多公克的意面有36.2公克的糖，网友形容好像吃糖浆炒面，但也有人笑说这样算半糖，因为台南是吃面炒糖浆。提供超商意面技术指导的饭店主厨点出了府城味意面，是参考台南在地料理鳝鱼或是花枝意面的做法。店面中，老板大火快炒食材，过程淋上了拌佐着酱油、醋还有糖的酱汁，呈现出来的这一盘虏获了观光客味蕾，还蛮容易腻的，偶尔就会觉得蛮好吃的。是台南它独有的这个口味啦，就是会令我很喜欢，很回味，蛮特别的，酸酸甜甜的这样，还蛮开胃的。没有甜味，你是不是觉得就不正常？会觉得少一味。料理中不只有酱油或是醋，再加上糖，堪称台南府城味的精髓。为什么一定要加糖？原因是台南天气比较炎热，所以以前的人哦，就是习惯在食物里面加一些糖，来提升食欲啊。所谓的台南甜哦，不是一昧的死甜。我们是有条件的甜，那我们就是利用着糖的本身的味道，然后去综合了我们这个酸味跟咸味，然后进而去提升出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鲜甜味。糖的比例要多要少，因为料理的不同，各店家抓的量并不一样。加了糖的府城味评价2级，但是也让不少观光客唇齿留香，再三回味。三立新闻薛仁宏、朱雨荣台南报道。